打开西瓜视频 APP， 点击三姨太的头像，进入三姨太第一条西瓜 play 的视频，点赞、评论、发弹幕，支持姨太吧！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姨太呀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一代版本一代神，第二武器做主人。随着版本的更替，我们猫鼠渐渐给每个角色都设计了独特的第二武器。对不，在公园服，我们罗宾汉喜提第二武器登山飞镐。在一级时，罗宾汉杰瑞使用登山飞镐，可以翻越大部分横向平台，并且可以勾住墙壁，持续短暂的时间，而且悬挂的时候可以左右移动，反复横跳。哎，令人太快乐了。但是要注意，勾在墙壁上的时候是无法移动的。其次，当我们悬挂或者勾住时受到攻击，罗宾汉会掉下来。像突刺一技能这种持续性掉血的攻击，也会解除悬挂状态的。我们的登山飞镐如果连续使用三次，当登山飞镐升到二级的时候，每次使用后将大幅度减少冷却时间，并且当我们翻越墙壁是可以回血。当登山飞镐提升到三级时，将会有质的飞跃，那就是受到攻击时不会解除悬挂状态，并且悬挂时间也会增加。到时候我们的小罗宾汉岂不是可以跳到房顶？其实呢，就是5v5团队奶酪赛中的机械鼠武器，正式上线公园服了。可以看到，一台我一马当先，直接冲向敌方猫咪，在他身后发射激光鞭的小屁屁，再打一锤，哎呀，居然没打到，再鞭你一下，哦呦，被箱子砸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又复活了。我们的机械鼠鼠不仅可以使用机械锤和激光重击对方，而且还可以无限复活，复活点就是在你之前被打死的房间，所以不要怕，冲就完了。嗯，敌方猫和鼠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，以为全攻就能把我打倒吗？看我激光电磁炮加上无敌大铁锤，还有我的黑鼠好兄弟经验蛋糕，我就替你收下了。那宝贝们喜欢我变成的第二武器吗？快看评论，搞得三下吧，三条安妮妮妮哟。